傅，您驾车违规了，接受处罚吧啊！嘿，我的媳妇咋样了呢？中国媳妇还没挂，我注意嘛事。不是，哪国的语言呢？我注意嘛事。到底哪国的语言呢？我注意嘛事。嗨，嗨，听不懂啊？啊，那算了算了，走吧。好，再见。您不是外国人吗？什么这句你听懂了啊？来来来，走走走，哎，外国人了。